我们今天玩这个英雄斗神去手游，上一集我们讲到了魔女嘛，哈，那再我们讲李秀珍。那李秀珍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技能哦。因为你有被动开启潘朵拉，那这只主要这边都有血啊，那这就像全技能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李秀珍。最帅的是它有翅膀诶。我们先领一下活动哦，因为其实，这期比较轻松，所以我们先把活动讲完。这关我什么屁事啊？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啦，不能抽就算了。因为什么？他有时候可以抽，有时候不能抽啊。其实我也没有在管，就抽就对了。哦，应该是它里面的奖。那铁巨蒲要干嘛的？诶，谁在收井底之蛙的啊？所以你们搞懂这个游戏了吗？先把主链的搞出来。啊，通常主链的是 SS。Story 进去之后继续领这里的奖。那31等之后就继续挂。就让角色帮你放好了。今天主要是介绍技能啊，基本上。那给你们看角色的技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这么就继续弄下去即可。我比较好奇诶，我们这样挂机，这样也可以继续升上去了吗？嗯，所以现在还是什么次元裂缝那种英雄裂缝那个不足吗？